锦鸡在课堂上画了几次？嗯，锦鸡画了好几次了吧？啊，这等于是又反复回来。我为啥让他画？我就说了，他掌握这个造型是掌握的最快的。同样，我就在课堂上示范画了几次，他已经就画出来了。师父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。领进来了以后，你要去翻众多的宗书，你要看他们是怎么画的，然后再想一想老师是怎么画的，画出来的形状跟他是不是一样。其实我画的这个爪子我就省略了，我就没有勾这些道道，就是在上面点了一些，画了个鸡爪爪，前头那个他就和画那个他的符还可以再用曙红再照染一下，再染一下。它那个颜色很红的。做的那个叫什么？像三明治那样的。全靠天天嘅啫，系啦，越乾越好嘅。啲乾越靚，啲乾越起色啦。用索得都係嘛？哎呀，画这个锦鸡颜色要的太多，我一会儿我就开始糊涂了。你还糊涂？可以的，所以我就让，我就不是把俩。
就像这点颜色，先点深的地方，再去点淡的地方。Thank you.